好咯，我们出发咯，去海明威，不是海明威，去 Key West。还有海龟吗？介绍一下，刚刚看到他说他从早上六点起来写作，就看着这个灯塔。没有，他是说他写作从早上六点到半夜，然后每天写大概500到700个字。我
9年的时间住在这里，然后完成创作。他所有创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吗？我就不知道。